这里是四川卫视青春音乐互动交友节目《心动一拍即合》，我是年轻人的情感伙伴刘源。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那个陪你度过寒冬的人呢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男生女生他们的故事吧。我叫夏克扎提·埃尔肯，新疆乌鲁木齐人，今年21岁，是一名学生。我喜欢唱歌跳舞，平时生活中特别喜欢追韩剧。这些兴趣爱好使得我多学了一门语言。世界上还有许多美好的事情值得你去做。当你不快乐的时候，迷茫黑暗的时候，还有月亮在发光陪伴着你。去开始尝试一个新的爱好吧。我叫王夕阳，25岁，来自成都，是一名 IT 从业者。可能和大家印象里的 IT 男有所不同，我喜欢嘻哈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。在这个浮躁而又快速的时代里，我更喜欢简单的女孩子，希望能在心动一拍即合遇到那个 real 的她。女孩很漂亮啊，而且在追剧的过程当中就学会一门语言，说明她很有学习能力。我们的男生呢，则是一个非典型的 IT 男。那究竟他俩的相遇会让我找到那种初恋的感觉哦？因为我们毕竟现在已经不是青春的时候了，但是他让我回忆到那个时候。因为我平时就喜欢听偏甜一点的歌曲啊，然后我就选的这首歌，我给人的心是那种很愉快的感觉。是的，那你刚才听了男生的声音，你觉得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觉得男生应该是很温柔、很贴心的哦，暖男类型。暖男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身材比较娇小，而且比较甜美的一个女孩子。那你愿意和这样声音的女生见面吗？愿意的，当然愿意啊。嗯，那这是你们的见面线索，你来看一下。橘色拌面啊。聚赛拌面是什么呀？没听说过哎。那如果你遇到了那个对的人，可能就会给你答案，好吧？那我们去找对方吧。好。你好，想请问一下，你知道什么是聚赛拌面吗？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知道什么是聚赛拌面吗？想问一下，你知道什么是聚赛拌面吗？不知道啊。啊，不知道。啊，不清楚啊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了。这个不是这个。这儿哪儿啊？在还不来。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知道什么是聚赛拌面吗？不会是在这些店里面吧？这也太……我开始觉得这个游戏难度有点高了。白色衣服的男生耶，是不是他呀？哎，他没有看到我。我这找了一圈了，我都没找到。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，老师？他一直在那儿找别人啊。那我怎么可能找到？看这边。他没有看到我，还是我去找他吧。小哥哥等着，好激动啊。他也问一下。是不是他 ？Hello。啊，你知道什么是聚赛拌面吗？请问一下。知道啊，韭菜拌面。韭菜拌面。对。就是他了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Hello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找了我很久吧？看你很久没有出现。我这找了一圈，我都没有看到。我一直在那儿坐着等你，等了半天。我找疯了，我一直找，从那边转了又过来，就没看到。你看我好笨啊！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叫夏克扎提埃尔肯，这是我全名。我是新疆乌鲁木齐人，然后我是维吾尔族。我觉得你长得有点像迪丽热巴。哦，是吗？谢谢。我叫王夕阳，希望的夕，太阳的阳，
然后我就是四川这边的，新疆菜我还是比较喜欢吃，然后我经常做饭嘛，自己会研究一些新疆菜。我好喜欢会做饭的男生。那我可以到时候做给你吃，有机会的话。可以。好，恭喜你们顺利的找到了对方哈、啊！我们来先问一下，就是对方的长相是自己想象当中那样吗？我觉得挺好的。我觉得也是，就之前想的还是蛮搭的。哎，我再问一下，你们俩平时都爱做菜吗？我会做，我平时会做。你呢？对，我也会做。是吗？你们俩都是小厨神呗。还行，就是能养活自己。那你们今天体验的任务就是要你们俩共同来完成一道菜，那具体去买菜的经费呢，由我们节目组提供给你们。那你看我手上有三张卡片，对吧？代表着我们节目组能给到你们去买食材的经费，所以具体是多少钱，你们来抽。哇，啊。那我希望抽最多的，你先嘛。什么就你？只有一次机会，还你先我先。我们俩一起吧。那好，那看有没有默契啊？好，三二一。哎呦，多少？九十。我们一共就30、60、90，然后你们把最高的也抽过去了。哦，我们抽的真的最多的。顶格的。我刚刚来跟他说，我想给他做新疆菜。啊，你还会做新疆菜？对，我学一点点。你就不怕当着一个正宗新疆人面前做新疆菜容易被嫌弃吗？用心做嘛，反正用心做应该会好一些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去买食材吧。那我们走吧。走吧走吧。平时你都吃什么呀？新疆菜里面比较喜欢吃什么？手抓饭，我最喜欢吃手抓饭，因为手抓饭也是我们新疆的特色嘛。啊，那手抓饭的话，是不是要买？而且蛮简单的，做起来要买羊肉，是吧？也，我们可以做素抓饭。素抓呀？考虑到金钱嘛。经费，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会儿我们先看一下吧。如果我们的经费够的话，我们尽量还是做那种荤抓饭，好吗？看这里有小鱼，鱼，哎，好可爱。要不是因为今天经费的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也想给你做一下鱼。哎，这边有羊肉，哎，我们可以少切一点，我觉得。对，我先看一下多少钱一斤啊？它是56一斤，哦，我们可以压个半斤就够了。老板，给我们切个半斤嘛。那我们现在最贵的一部分就搞定了，对。哎，这边有胡萝卜，胡萝卜买哪种呢？这是最重要的，这是消耗的，这是没有消耗，就需要自己削。这种它好切一些，因为这种胡萝卜多少钱呀？4块钱一斤这个啊。哎，我白洋葱还是买紫洋葱？买白的吧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剩下的这个手抓饭需要的其他食材给它买了。好。盐，买小包的就可以了。有没有？这个7块钱。孜然7块钱又没有了。去找米。这个是19.9。这个才哦，这个12块钱哇。哎，经费有限啊。葡萄干儿。哎，葡萄干。哎，这儿。哎，这儿。哪儿？哦，这里。23.8，好贵啊！23，我应该超预算了吧？但是葡萄干是灵魂啊！要不算了？算了吗？啊。好。嗯，行，走吧。咱们去看一下，这个太贵了，这个确实没办法。去哪儿了？我找你半天。结完了吗？结完了。看多少钱？刚刚好。哇，88.62。对。可以可以。哦，小心别切到手啊！要不我帮你？没事，我可以的。好。你看你在剁蒜蓉一样。这样子切，来吧，我来帮你切。好吧，你看我怎么切。
真不错。是要这种效果吧？对，你好厉害哦！哇，切这个肉也是有讲究的，你不能顺着纹路切这个肉，你要逆着它的纹路来切的话，哇，你好会呀！它的口感就不会那么柴。然后我们就切骰子状吧。你太会了吧！你就别夸我。我这一个女生都觉得不好意思了，在一个男生面前。没有没有，其实咱们四川的男生啊，都很会做饭的。真的。对。哇，真不错。我把这个锅先预热一下。好的。把油倒进去。我已经闻到油的香味了，我们稍微等一下这个油。好香！哇，小心啊，大厨啊！哎，大厨。哦，我已经闻到羊肉的香味了。我也是，好香。差不多了。差不多，那我把洋葱倒进去。来吧，洋葱。小心哦。哇，好期待哦！来吧，往里面掺水。好，够了，够了。好嘞，我们现在就等锅烧开。现在我们要起锅了，感觉还不错哈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姜姜姜姜，我给你买了葡萄干儿。我天哪，你还真准备的葡萄干。对啊，喜欢吗？他刚刚在结账，然后他刚刚说他想要吃那个葡萄干，但是呢我们的预算不够，所以我现在打算自己去给他买这个，就是这个，我们把这个偷偷买给他。哎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找你半天。结完了吗？结完了。当时就是确实特别想吃，但是经费不够，但后来又看到男生就偷偷去买了。我当时找的半天去哪儿了，哎，结果他是为我准备了葡萄干，我真的特别感动。没有买到那个葡萄干，然后我看女生的眼神，她又特别的想要吃，然后有一点点感受到了一点委屈，然后我就忍不住偷偷的去给她买。哦，你好贴心啊。我把它打开。好感动。我咋感觉我在做梦啊？我因为我知道你肯定很想吃这个，所以说我偷偷去买的。好感动。那我把它加进去啊。可以。哇，这样子的话就更完美了。对，好好看。搞定。我好想吃，我好想锅，天哪，我好想加。哇哦。我们再撒点孜然，好不好？哇哦！哇哦！好香！我再装一盘。可以啊。你。好。我用勺吃。尝一下啊。嗯。有那个味道了，真的。好吃。来。我给你说说，回去你了。哎，好的。这个，太好吃了。幸福的味道，满满是幸福感。还挺好吃的，我自己也很满意。太开心了。很好吃的手抓饭吃完之后呢，接下来要活动一下了啊！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一个升温小游戏，这个游戏呢叫做面粉大作战。面粉大作战。
两人用嘴咬住卡片，男生将长桌一侧的面粉用卡片舀起倒在女生的卡片上，女生负责将面粉倒进长桌另一侧的空碗当中。哇，好多这个船的蓝猫，我觉得很危险。你大人不要喷我，你要小心哦。不要喷我。那我们开始好吗？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了。我自己有点忍不住。你还没开始就加油。我相信你。没事啊。没事，严肃点。OK， 好了吗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没炸？别吹哈。稳住，快！我的面粉都快被你吹完了。你面就卡在这儿了。我的脸。对不起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快点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给严肃一点。你干嘛？全部被那个喷完了。啊！来吧。你这个衣服，你这个白衣服穿的可真是时候啊！但是你这个黑衣服穿的可真不是时候啊！我天哪！好，恭喜你们挑战成功！我发现他的脸越涂越红。两个人现在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了。快去那边稍微弄一下衣服吧。好。天哪，你们这个打的也太激烈了点啊，就还好，就弄得差不多收拾干净了哈。对，那在这样一个游戏结束之后呢，接下来就到了你们要给对方打合拍值的环节了。通过今天的相处下来，你们觉得对方是不是自己一拍即合的朋友，我们用分数来体现。走吧，去打分。好，走吧。好，你们都给对方打完分数了吧？对。那接下来交换一下打分卡，揭晓一下对方给自己打了多少分呢？他给我打的是90分，希望以后有机会尝吃更多的地方菜。哦，看来是一枚小吃货啊，今天的菜吃的还不错呀。对。来，女生，公布一下男生给你打的分数。98分。98分？对。这么高？哇，你为什么打这么高，可以说一下吗？因为是我心仪的对象。哇，太幽默了，太露骨了。那我们来听一下他跟你说的话是。有机会还给你做新疆菜。嗨，还是吃，就是你们俩这个今天绕不过去了是吧？就是两枚吃货鉴定完毕。来，给我们转过来展示一下各自的分数吧。
恭喜你们都给对方打出了85分以上的分数，所以你们交友成功。那么接下来就可以交换一下联系方式了。俗话说啊，想要抓住一个人的心，你就得先抓住他的胃。那的确，夕阳就是用他的厨艺征服了女生，希望他们爱的味道可以一直延续下去。我是年轻人的情感伙伴刘源，我在心动一拍即合等您。